就看失联民众的服装，但可是香港如此漂亮，感情淡素，我当初实在对伊的用心好奇，应该扯开伊的细菌，手里连一目了然了。
不知道是什么，有时阵真特别真特别的亲切感。只要你若愿意，我绝对好好照顾你呀，放手，不可能，小宝贝，我不可能答应你，你害死我孩子了，我苦不堪言，你也莫怪孽子。对啊，你都要讲你翁已经死啊，不过你嫁给我，有什么痛苦，有什么困扰吗？好不好？你给我报仇啊！我报仇你。你是一个贫困的媳妇，而且你又不是王妃的媳妇呢。你我懂你的你，我懂你的我呀。好我啊！你王座，你凭什么怕我？你龙座是亏死你，亏死是谁？你是王妃的媳妇，我知呀、啊。我哪不知？我头壳一点我都无混乱啊。也不过，给你介绍一下。以后，伊就是了贤者。伊不能说话，伊有教伊，我要挑选伊为妃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李林加李林，我介绍你了解，你也看卖。樱桃小嘴，柳眉，嘴型漂亮，轻骨轻舌，粗毛，也有气质非凡，虽然无年纪。但可是幽默有吸引人的祖先，阿妈你嘞，哼，当初是看你高水啊，就是水，咸都看过，不能输的菜，不能输的就是我就是卖官，就是无钱，用钱连你家己都无当过哦，小半天，你来想过吃过，你无来想看卖，王妃，你做你的娘亲就会得过啊，你爱贪官。外面就是一个正西乱西，我偏偏要叫伊某，我就是安那该叫伊娘亲，只要是不能做徐伟阿爷子啊，啥物人都冇得控制我，停停，在外面气我，小大哥，你是你老母，你是哪样子，对生也冇情嘞，哪里来的冇情嘞？真的没人会漂亮啦，来来来，我一个未来王妃，好好陪我这个芙蓉台，我会好好照顾你后生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哈哈哈哈哈！
风里啊，你开船回鸟做什么意思？你要问我啊？我要再拖车你咯，再拖车你要拖十个马，我拢答应你啊。就在东边，你听伊啊，你莫骗年纪这么粗鲁，你要拖伊啊？年纪在上面都当我你要拖？无啦，就讲年纪未上下，我听你都答应。只要我爱的物件，我就是要得到手，希望芙蓉相传。当然啦，芙蓉非常疼他们，只要你要爱的物件，芙蓉答应你。你讲有话来跟你讲。好，什么代志要让芙蓉讲的嘛？王妃啊，王妃，国嫂，我是要问你，上大天，讲是你的细小囝。对。这当然啦，你那是我的亲生囝，我的亲生囝那是小霸天，我辛辛苦苦饲大汉的。你他妈骗我！你敢知呀？你那是骗我，这有关你都骗掉，但是是有真大的严重性，你可了解？什么严重性？告诉我，听我说啦呀！
拥抱你的心呀。Yeah.